他住哪儿？他住18楼一门，房间号是601。问他住哪儿？他住哪儿？他住18楼一门，房间号是601。问他住哪儿？一本词典，300泰铢，现在可以打7折。好的，我买一本。问，词典多少钱？一本词典300泰铢，现在可以打7折。好的，我买一本。问，词典多少钱？玛丽，你们有几门课？一共4门课，有综合课、口语课、听力课和阅读课。问，玛丽有几门课？玛丽，你们有几门课？一共4门课。有综合课、口语课、听力课和阅读课。问，玛丽有几门课？我们公司比较小，大概有100多个职员。他们都是中国职员吗？问，公司有多少职员？我们公司比较小，大概有100多个职员。他们都是中国职员吗？问，公司有多少职员？你有汉语词典吗？没有，我只有英语词典。问，它的词典是什么样的？你有汉语词典吗？没有，我只有英语词典。问，它的词典是什么样的？